一起分享散播爱。不给糖就捣蛋，变成了不捣蛋。改编万圣节惯用口号，小朋友也不是向别人讨糖果，而是送糖果。的孩子们，他们说他们要分享快乐，那如何制造给别人快乐？例如跳手语律动也可以给别人快乐，我请别人吃东西也可以快乐。带幼儿园把施比受更有福的意义注入万圣节。我是火箭啦！我是汤马士，海底路。孩子们身上的打扮都是回收物制成。小朋友的披风是一个正方形的桌巾，其实本来是在盖衣服，然后就发现它有个洞洞，然后刚好最近参加研讨会有那个识别证，所以就是夹两条夹着。原来是跟大家一起分享，对，所以是不给糖也不捣蛋，但是祝福大家。在老师的引导下，大家到静思堂台北慈济医院分享欢乐，分享爱。台视新闻，真是美之工胡时慧、谢家俊台北报道。